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不操作的鱼木鸭巴力。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这里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嘴嘴呀，卡哥。Hello， 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最原子担当的游戏若卡哥。什么情况？欢迎收看我们的恐怖岛聚会一百天，加油，卡哥，你是最棒的。打不下他！哎，又跑过来找我！你节约点子弹好吗？有护甲的，真的是在刮痧一样，一枪一滴血，你知道吗？一发子弹，你能不能节约点子弹？虽然说火药可以合成，用木炭跟那个银石粉。啊，不行，这边还有好多银石粉，我们还没，还有好多我们没有撸走的。对呀，我想把他撸走了，我想加班到这里来，兄弟们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咱把加班这里来，可以啊。啊，但是我觉得把加班，你确定吗？咱们合情合理，咱们要把加班到这里来，首先有一个特别头疼的问题，你们跟我来。嗯，啊，干嘛？做好心理准备啊！把火都带上。这边有只蛆，再继续往前走。OK OK， 跟着你，我们掩护你，不要怕。把你关一下，好像就在附近了。会掉牛肉吗？嗯，哎，掉牛肉，有皮革吗？有皮革呀。啊。快走！发现我们了。皮哥，帮我带上。皮哥帮我带上。你没看到那个大家伙吗？哇！啊！什么东西？喂！哑巴眼皮！发现我们了！快走！哇！他闭眼睛。打他！扫他！哦，我受凋零效果了。开火，兄弟们！不要靠近他，他会召唤一些东西出来的。哇！啊！哇，但是打他好像没掉血了，打他不掉血了。现在是无敌的，好像。对，看到没有，打他不掉血，白少了我一手指子弹。用近战，近战。他朝我吐口水，小心他喷的口水。用近战。小心他喷的口水。哎，他吐的这个东西能不能打回去的？应该打不了吧？你有这回事？我被凋零了。我被凋零了，用他的口水就会被凋零。躲得住后面，躲得住后面。我刚才看能不能，我看能不能砍他。我这个东西砍不到啊。但是他不掉血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哇，在我头顶上。定在掉血了。掉了个什么东西？他掉了个腿。哦，这是刚才我砍下来的腿。还可以打，我可以打，对他造成伤害的。来，嗯。打掉了，打掉了，打掉他一只腿了，没用。现小心他口水。精神他。哎呀，跳到树上去。完了，个子被凋零。砍到吗？打到了。哎，砍到了。砍到他的腿了吗？没有。哦，糟糕，肚子饿了，没有食物。哇，这章鱼怪！哎呦，没用的，远程对他造成不了伤害的。他开始免疫远程了吧？嗯，好像止步近战，他免疫远程了。上树，只能上树去砍他。好。哇，他飞走了，他好精，他很好精，好精，好赖带。他晓得这个远程造成不了伤害，他跑到一个咱们砍不到他的地方去了，又把他吸引过来。仇恨在谁身上？不知道啊啊，在卡哥身上。他是卡哥了。哦，我也吸了。啊，不行，他不过来！我靠，你给我回来！打两枪把他把仇恨拉回来吧。回来了，
我开枪吸引他们吧，你们攻击。对，你站到树下面，你站到树下面，你把拉了仇恨，你站树下面。OK。哎，往这边树，你往那里走的话，我们砍不到他。吃点东西。我试着往这边走啊。哎呀，打偏了。哎，什么东西打到手血了？回旋镖，回旋镖打得到他吗？可以打到。我要试下钓鱼竿。哎，回旋镖掉下去了。哦，我没子弹了。回旋镖可以，我子弹倒是有，我用的比较省。你做了什么枪？打到他一下。16。应该是要把他所有的触角都打掉。对。哦、我打错了，试一下。砍了一刀。什么东西在打我？哦，对，你不要拿枪打他的身体，你拿枪打他的脚。打他脚没反应。子弹像密死，像密死了一样。他下了，下了，下了，下了。拿枪没用，拿枪没用的。拿枪没用的，是的。他脚打不到，只能拿刀砍了。哦，回旋镖。又吐口水了。哦，跑到树下面来。下来呀、啊！他好鸡贼，不下来！我靠，这他就在空中，怎么打？怎么在我这里？你回身镖，回身镖，继续甩他，继续甩他！我觉得这个大 boss 比其他僵尸要温柔多一点。没砍到，呀，砍不到！我怎么突然间掉你了？回身镖，他是你的回身镖。我捡到了。哎哎，他过来了。他现在仇恨是我，仇恨是我。还是要上树。上树，我继续拉了仇恨。好、哦，大家好像开始看大嘴了。嗯。他看我呀。不掉血。还是看我。哎呦，回旋镖又掉树上了。哎，打到他一下。啊！我觉得要带着他往这个什么。林子比较密林，这个树比较多的地方跑，这样我们才好打他。这要怎么搞的？哎，砍到了！但是怎么金刚打他也不烧钱？我也凋零了。怎么金刚打他也不烧钱？对，这个 boss 是不是要打他的嘴巴？不行啊，还是要打砍他的。你们谁身上有弓箭？用弓箭试试啊。嗯，没带。打他的脚打不到啊！我刚砍他，疯狂砍他脚，砍都没用。回旋镖也好像他血量就没扫过了。对啊，他卡的那个点，他就一直没扫，但是先前扫了，扫了那么一丢丢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现在又不扫了。你给我飞！啊西！哦，完了！你看我刚砍到他的头了，但是没什么用。这个家伙好像是叫远古巨魔。远古巨魔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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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确定这不是远古鱿鱼丸？远古大鱿鱼，远古海鲜。完了，到晚上了。要天，兄弟们。到晚上了。哎呦。被打中了一下，我是被打中的。我觉得要试下用弓箭。用弓箭。对。哎，他下了，在我们身上，好像也没有谁那有弓了。哎呦！哇，他开始召唤东西了。啊？他开始召唤东西了。那说明是打到他的血了吧？我打中他了，我打中他了。哇，这召唤了什么东西？小鱿鱼怪。小鱿鱼，我回家做碳烤鱿鱼啊。他现在下了打了。我没看到他血量了。哎，打了一枪就看到了。我枪没子弹了。完了，我要给凋零死了。哇，他这个击飞好恶心。哦。
打不到啊！画村民，打中了。看到他的血量少了吗？没有，还是没少。拿出你的金裤子，你的金裤子。我记得我在畸变100天里面是用弓箭，最后用弓箭干掉他的。啊，步行兽。用弓箭。空头吊仓。是什么东西？什么鬼东西啊？空头吊仓什么东西？不知道呀、啊，空头吊仓。哦，他还在附近吗？哎、啊，还在。确实要近战，打少血了，要打出手。打的少血了吗？少了。卡哥，你那在上期、啊、上期咱们在那个什么矿洞里面，不是拿到一本那个附魔书吗？锋利的附魔书，你没附魔吗？没有锋利附魔书，我只有个生命窃取的附魔书。哦，锋利附魔书是。我在我这里是我拿到的，用上、啊、用上。这没地方让我没地方附啊！我这有铁针，我这里附吗？我这有铁针，给。我拿去了。来，卡哥给你，你锋利加那个生命吸取，应该会嘎嘎爽。哇、哦！哎，呀，输了，丢地上了。你确定我来附吗？还是你们的武器好附一点？你的武器好一点。我的武器攻击速度很慢的，啊！我的武器攻击速度很慢。那给我吧，给我吧。这要不就附到那个钻石武士刀上面。哇、哦、哇、哦、哇！空哇！什么东西？空头吊仓？又是空头吊仓？就是这玩意。他会丢什么东西？你们要不要再 TP 我？不，我刚刚看到了，他好像是空中掉下来一个鱿那鱿鱼丢下来一个什么东西，鱿鱼丢下来，然后把我炸死了。你们 TP 我，找到安全的，我再重生。我被砸死了。哦，我在被一堆的怪追。晚上打不了，要么咱们回村子。这个、我现在能出手在这，他掉下来出手。打。哎，打不动。哎，打到了！什么东西？当的一声，我也听到了。哦，有个大哇，那嘎嘎死，嘎嘎死！哦呦呦呦呦！哎谢！他时不时下来一下。哎我已经死麻了，我现在连甲都没有了，过去怪摸我一下就死了。哎呀，我靠！铁针又留在那边了。没事，等到白天我们再过去拿吧。回去吧。卡哥叫你半天把附魔书给我，就是不给我。哎，这里有个铁针。哎哎，来，工艺哦。哦。哎，刚好闪电。我上火，我上火吧，我上火吧。附魔书，快！来，锋利，你有钻石武士刀吗？有。生命吸取，你要不要？还能附吗？给我吧。来，你试一下。可以 ，nice。好，哇，神级武士刀来了。可以了，积血，自带积血。找怪爽一爽，找怪爽一爽，就找大嘴吧。前面我记得有一个，嘴巴特别大的，确实是大嘴。哎，是吧？是的。哎，哪去了？对了，人都搞不知道去哪了吧？来看一下，怎么样？生命窃取吸血吸的多吗？好像吸半个。吸半个呢？哦，好，上，直接秒杀的好吗？直接乱枪打死哦！乱枪扫死了。等一下，锋利好像对他们没效果。嗯，伤害还是9点。
打这种怪果然得靠枪，完了我最后一撮子弹了，不敢乱用了。我这早就没子弹了，都怎么现在再去烧木炭什么的了？只能是用亡灵杀手的，可能可以。咱们可以搭，咱们可以搭个地狱门去地狱那边收集银石。嗯，是，但是哦，首先得要个钻石镐。钻石镐我有。适应召唤术。嗯最后七发，好，等到做出来地狱门，我们子弹就用都用不完了。这什么东西？感觉对他们还是得用那个亡灵杀手。是的，功力好像对他没效果。我靠，上面全是咱们的肉体。哎，苦力怕。别让他炸了，有火药，完了。哎，没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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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掉。喝。老子刚才炸了算了，还能顺便把僵尸给炸一下呢，真的是好气。哦呀，妹的，叫妹都没用呢。哎，羊，我、哦、羊不掉就会爆你、啊。黑鸡是你吗？黑鸡。哪里？啊？黑鸡是你吗？黑鸡，长得像个大兵一样的。咱们下期再继续干那个 boss 吧，一定要把他干掉。对，嗯，下期我们把这个装备再整齐一点。哦，咱们远武器可以先把那个，咱们得武器种类，对啊。现在什么？现代装甲箱，我这有那个，粘土混沙子、嗯，直接给它烧一下就可以做了，做个熔炉出来。现代装甲箱，哎，你后面有个怪，生命吸血还是有点用的。他不是说每一下，不是说每一下都可以吸，就是打死之后才可以吸。嗯，我要打死之后才能吸啊。是的。要压死之后才能吸。你们身上是哦，我直接烧木板吧。烧木板。先把这个箱子给它做出来。要煤炭。哎，我身上怎么那么多破烂？大嘴，你要皮革干嘛？有东西。你给我呀。你要皮革干嘛？拿、啊、地上。你倒是给我呀。这里啊。嗯。旁边还有好多被同化的村民。大嘴，你的大肠不要了吗？你大肠？嗯，我大肠不要了，送给你吃了。掉了骨粉和尖锐利牙。哦。好，三个够了。玻璃纤维。都出来了。你看我手上是啥？你手上是啥？钢甲铁拳。哦，看一下，不知道它的防御有多高。我那个衣服我爆出来过，防御很一般。你干啥？喏，后面还有啊。啊，全套啊。后面还有。你要比全套吗？啊。需要铁，后面还有需要钻石的。看一下。后面还有。这，哎，怎么？往后翻。哦，看到了。哇。钻石？为啥我没看到有钻石的？都是这个粘土呀。有个头盔需要两颗钻石。大嘴，这个爪子伤害怎么样？我刚刚就一滴血，你掉下来给我看看。就一滴半，一个半的血。我还是只有一个钻石甲的情况下，一个半的血。你打我半个血。哎，你爪子屌一点。屌一点。把这个箱子先拿走，带走吧，先带走。嗯，这咱们决定住那个村子算了。要先把那个 boss 给解决啊！不解决你怎么那个？是的。好，我以为碎掉了。来吧，咱们结束这一期了吧 ？OK， 又是被教育的一期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
拜拜拜拜。